大家好，这里是迪亚布罗湖大波湖。今天是一期微软模拟飞行组队游戏实况视频，将驾驶空客 A320 和其他飞友们一道挑战阿拉斯加彼得斯堡机场的高难度精进。每周六晚，大波湖都会在粉丝群内举办组队飞行活动，每周的主题各异。本次飞行是 Week Bravo 挑战主题周，欢迎入群，一同努力避免空中浩劫。好了，现在让我们进入这架阿拉斯加航空曾经拥有过的空客 A320。我决定，既然有老胡说的这么严重，我决定多带一个小时的燃油。我在想今儿卖多少票呢？你刚才怎么骗我的？拉满了，对不对？真好，飞机必须要重载，你知道？今天不景气，只卖了74张票。先准备着，然后10点的时候我准时第一个赴死去。这个 Week Bravo 活动是我是第一个送死那个，不要跟我抢。消费者上机，再给他塞2万块钱，他下去。踢，没关系，消费者是上帝，我不什么对不起啊，詹总，消费者是上帝，我带他们去见上帝。好，今天带152张票去见上帝。先准备着，机长上班了。好，没有问题。然后得打个点，画个拉条线，画个圈，要不然就真是玩完了。我画一个3海里的圆，行，这样就能至少有一个目视参考。现在朱诺的天气什么？云层下限是200英尺，气温是-1度。你说是起飞的还是降落的？起飞的。那就行。哎，今天经济不景气，只卖了70多张票。OK， 这地方能卖多少张票啊？所以说这个航班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留着，而且每天都在飞，每天好像3趟2趟。我操，这灯光散射的，这反光反的我眼瞎了。全长多久啊？这一趟半小时。而且跟你说，这是现实中存在的737直飞的航班哦。你美国不让你飞这么低？那是续航。你去看那个阿拉斯加64那个航班，它经常是飞到17000，还没过18000呢。它是什么飞机啊？737。我等我啊！你太短了呀。航班号是阿拉斯加64，如果各位有信的话，可以查一下这个航班，就是这么飞的。起飞之后右拐一个大弧线，绕到 India Juliet Delta Lima 这个，不是，绕到 Charlie Golf Lima Colin Island 这个 NDB 上。然后往正西，行，整条线上没有任何限制。然后飞到 SSR Sisters Island， 啊 ，Runway 08 take off。Flex 68 SRS。100 knots. We won. Rotate. Positive rate. Gear up. Nav. AP 1. 1000. What the fuck? Too low terrain.
too low, terrain.还好反应快 ，What the fuck！ 那个各位起飞的时候，动八起飞的注意一下啊，爬升率大一点，不要按那个指引，爬升率直接能多大走能多大走多大，因为转弯的时候你会撞身，两三百那个高度，全是雾，很浓的雾。我现在出来之后发现，真是能见度非常好，这景色真美啊！我操。本周是这个大伯虎组队飞行的 Week Bravo， 主题就是一起来作死。今天的目的地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 Petersburg 彼得斯堡当地的一个国营机场，从朱诺飞往彼得斯堡，然后这条航线现实中是存在的。看一下彼得斯堡，首先看一下当地的这个地形环境，这边相当于是个湿地，周边全是水，然后这边是一个海岛，但从这个图上看不出来，但是呢，周边左边和右边全是山，它并不是平地，这都是山，所以留给你的这个操作空间是非常的小的。机场是有两个进进程序，arrival 是没有，只有 approach， 两个进进程序路线上差不多，最后都是把你从北边引到机场的东北面这么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 AP 就会断掉，等于之后的路线上 AP 是不存在的。但你想你现在是在机场的东北面，但是机场跑道是东西朝向的，从这个时候开始就看你自己了，怎么拐到跑道上完全看你个人表演。我们今晚的挑战是先飞两三，就是从东向西的这条，反正这边的海湾给你的操作余地是很大的，所以这边相对容易一点。然后各位都落地之后，两三落地之后，从本场再来一个五边，降这个动武这边，动武这边各位可以看到，给你的操作空间非常小，这个就是一个真挑战了。各位看出来了吧，在咱们的航线的前方有一坨不祥之云，飞的就是这个，花的就是刺激。我决定一会儿提前开 approach phase， 然后找个 O 型。哦，这还有一个水上跑道呢，这个机场。你不会讲驾照吧？六。现船改加装两个浮筒是吧？哎，你怎么这么看不起320？320有水上重乱你吗？敢问你的姓名是怎叫萨利？哎，这个感觉这个河流比那个泰晤士河还平稳一些啊、哦。结冰了，朋友，这是冰啊，这不是河了，这没有水流的，这是冰了，是吧？问题大不大？落了才知道。问题大不大？第二班才知道，第一班只是开胃才知道，让你熟悉一下地形的。Thrust idle, open descent.知道，一切的一切都要早干活。现在，这个教员叫 S-Wing， 你大表述啊！我已经减速了，否则我们俩重叠了。我怎么就大表述了？我250级，重叠就叠了呗，难道没招？我250级了，我都已经降速了。我形态一了，早都行。你现在表述多少？表速250，你往前走吧，你往前走吧。我距离我表速两要动，我距离行我距离 localizer 还有12海里，已经开始够行了。走过去，不会错的。我让你先走，我表速两动动。反正他当时就是他那个嘉明就直接把我把那个线给连上，然后对准五边之后就直接就 approach。挂卡激活，知道你是骇客的，对，骇客，对，知道你是骇客的。啊，走路简历。Decam status checked. Approach type. LDA 问题不大。Minimum
3080。Approach phase activated。那个三就是那个参照物。2918。你猜猜这个本场我们有什么参照物？那一个方向。本场参照物是全是云。确实。阳光是阳光已经变成纯黄色的，我操！因为这个云的问题。走了灯打开，安全带指示灯挂上。嗯。100 above。嗯。Minimum. Continue. Flap 3, speed check. Flap 4, speed check. 手动。嘟嘟嘟嘟嘟。也是要 OB descend 的 OB descend 的它有点类似于企鹅的境界的感觉企鹅难度了人你跟这个比小意思企鹅的难度其实主要是以前那个九龙城寨并不是说那个大转弯就看得很吓人其实还好打了这个就难在哪儿等下一班再说吧别急管灯不是说你没事没事速度大点没事高度高了也没事只要你还活着就行是吧对啊对对对对对哎这个转弯余地够了哎听什么哎来了对这玩意儿转弯相当的这转弯牛逼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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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啊哎听什么哇哇第二个暂时表速第二个暂时表速这表速两道洞老婆你啊表速两道洞我下幺九洞了 OK 听什么我是滑铲静静的自由的滑铲老婆你自动刹车没那个一肩都触地了这时候还用自动刹车吗直接 manual brake 你还是要预备一下的程序还是要走的呀对吧啊 Terrain ahead 下一个是 Tusking Wing 看啊 Terrain ahead pull up 最低3500下高为什么我居然不复飞啊他直接硬着陆亮子哥我表速16动了啊我超车了这边的这个雪然后刚刚感觉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有没有人来告诉我一下机场标高多少英尺啊113英尺是吧对超车了 Terrain ahead pull up我看好像是163 Terrain ahead pull up Terrain ahead 这也差不了多少就200以内呗、Terrain ahead pull up 机场标高高是3 Terrain ahead pull up 这啥也看不见呀全是雾我屌你妈的我的多人游戏好像断了我现在看不见所有人你们应该看不见我 too low Terrain 啥也看不清啊这是多人段那时候就是 SVT 的重要性了对吧对对OK 了家人 Too low terrain 以后我们的着陆场禁止阿弟在参加 Too low terrain 禁止阿弟在开加名参加OK 杨哥我那个啥了 Autopilot disconnect 了没收到了 OK 电表说要不要动 Manual engaged我这个是本来表速幺自动你看各位看到了为什么我这么低了吧因为我想参照它那个紫色菱形结果它把我引的各位到这儿应该就各位知道怎么回事了吧说实话因为也第一次来也不知道到底该信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信了一个错的我信仪表我仪表是错的信仪表
我仪表是错的，看一下。我姓加明，对吧？我信你。准确的来说，我信你个鬼！我信你个鬼！我啥也看不见，我的发。哎，你确定能落下去？你们怎么落的？看老胡直播吧，能落能落。我就落了。老胡视野还可以的。你不要说话。你就落了，你不要说话。那是你落了吗？老胡直播，你看老胡直播。加明落的地和你有关系吗？我不可能是，我不可能弹出那么多空来。啊，那个眼 ，OK， 不能乱飘啊！现在在。副驾驶帮你接管一下呗，反正就飘一眼就行了。你说的对，稍微接管一下吧，对吧？飘一眼。往下看，能见度是多少？能见度是多少？我们现在能见度是多少 ？Manual break， 我看一眼，稍等。我看一下能见度是多少。好，看一千英尺吗？还是700英尺？我是安全着陆，没有问题。好的，我看。我决定直接啊，对，我还是得回。算了，我直接。跑边上去，跑把头让出来。喂，谁从动物过来的？三斗，我操 ！Linker， 你是付飞，你还是要下来？这是意图，这是意图。我感觉你是爬上去，然后你又就往下走，什么鬼？赵少将，你降的可以，但问题停得下来吗？我觉得你停不下来啊，看一下。赵少将，哦，他在冲出去之前决定的复飞。OK， 来吧 ，OK。对，一会儿还会来第二次，第二次是降动武那边，刚才两三这边各位见过也发现了，操作空间还是有不少的，但是动武那边操作空间就几乎没有了。各位在我看画面上看到他的这挂了个 GPU 是经典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是我本地的问题。啊，拐宗稳。然后 ，Linker， 你要复飞是吧？你说你们垂直了。我看一下他的这个进场程序是不，离场程序是啥？看一下 seed。哎，老飞哥，喂喂喂喂喂！我操，发生什么事了？行。老飞哥差点冲着韩道老师去了。好，看 Tasky 你的，然后后面是 Teamspore。我决定这班本场带30多名观察员和学员。学员，现场教学，好好看，好好学是吧？好好看，这就是你们怎么死的。好，看不见跑道，我准备。Teamspore 应该啊 ，Teamspore 先来，但是你这个好看你怎么降啊？什么 Terrain Pull 啊？不管什么玩意儿。Teamspore 下降率，好，看能不能拉住，好，拉住了，看，速度可以，完全没有问题，挺得住，没问题。然后 Tasky， 没错，我看一眼，我知道高速炸开 ，V1， 没错 ，Great， 好，白带带走 ，Reverse， 有效，自动刹车，没的，有效。行，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动物就把降了，对对对，好。
1,000. Speed, speed, speed. The bike. Then buy them home. Hey, sir, there you go. What the fuck? What is she doing?这问题说出来你们都不信，手柄摔地上。OK， 原来是物理攻击。OK， 然后刚才那个视角飘来飘去。说实话，你这个这种掉头，各位也，你很难说是直接转过来对准，挺难的，说实话。当然，这个键盘侠之词啊。100多飞几次也是可以做的。那你说你一次一把，但是每次的风都不一样啊，你很难去决，每次的情况也不大一样，是吧？这后三点飞机真难弄。什么？你在飞什么后三点？海盗。F1，没有位置坐的，坐的挺不错的。Where's Blue？ 除了我不会飞以外，坐的都很好。17 knots, manual brake。